China-US Business Summit.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参加2010年中美企业峰会。Bob Hop 参议员，沈群成员主席，女士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出席中美企业峰会。首先，我要代表总领馆向会议的组织者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衷心的祝愿这次的峰会能够取得成功。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会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中美经贸和经济合作又是这一关系的最重要的内容和组成部分。那么如何来看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关系，它的现状如何，它的前景如何，我想这也是大家，是我们中美两个企业家很关心的问题。那么我本人，我认为有简单的可以用三句话。第一句就是发展迅速，第二句就是潜力巨大，第三句话就是障碍不少。企业峰会诞生了，它将年复一年的为中美两地，在中美两地召开。First of all, I want to welcome all of you to the United States. I had a chance to meet many of the visitors here from China, and you are a very, very distinguished group indeed. And I want to congratulate the organizers of this very, very wonderful event, Steve Shen, John Cheng, and Steve Chang, who've done such a marvelous job in making this event, which can only improve economies on both sides of the ocean. 参加这个广大华人华侨对你们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你们对本次峰会的支持和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大家好，我是吴国勋，恭喜你。I want to make two points. First of all, I want to thank the organizers today, and I'll give them a certificate, and also to say that we are very impressed with how China has dealt with the economic recession. And also in terms of how you woke up your markets, especially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you will be selling more cars in China. 到场的来宾，本人仅代表梵田三会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的支持。是的，建立一个中美企业家民间的交流的平台。我们希望呢，能够中美企业家呢，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获得更多的商机，包括这个企业的合作，包括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并购，包括这个合办公司啊。我们相信呢，由于我们是一个常设的机构，我们给中美两地的企业家都提供服务。我们相信，在我们的服务下呢，这种合作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好。那您怎么看待中国和美国两国之间贸易的前景呢？我觉得中美两国呢是现在的情景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能吵架不能离婚。所以呢，这个是大家会有一些不同，但是呢前景我非常非常看好。这次这个2010中美企业峰会呢，我们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很荣幸参与主办。作为这个华人华侨联合会，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任何有利于中美两国的这个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我们都这个乐意参加和这个积极这种奉献。那么我们预祝这次峰会取得圆满成功。